宫俊同学，请出列。哎，这次你要好好打。死猜嘞，我掺杂一点这个 freestyle， 加上一点。你 free 什么 style？ 至少得给你来个 beat， 还要加难度。因为就像比如说用长沙话的话，有些词我讲不出来，我只能用方言来说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就是我刚学了点粤语和东北话，我待会儿谢谢。mix 一下，行，好，还粤语，仇人，真仇人。罗卓和尚，面呀对呀，面呀对呀，你别再掉了，你好好念行吗？你还你 free 的还有调啊？都玩的老开心了。什么？呀对呀，别挡住脸，来。为您草海桥花盛开，桥花盛开。朗诵。请把天阳过天上，到他想说的话，牛子爱牛子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管吗？这？哎，我确认一下，他是四川的吗？朋友们，你看到那个词，再听他的话，你真的完全对不上了。不是，我是用。这是张学友的唱腔，来，张学友的，来，好像是那个花海啊，哎，不对，完全不是哈，不对，好，那不对，好，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，有个绵绵的高山，有个绵绵的高山，有个孩子你怎么了？那沧海，孩子你怎么了？孩子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来了，春暖花到花开。你也在花开，这不是四川话呀。等到花开，什么沧海？什么等到花开？好吧，我用两句四川话吧。好。香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不等三更过天晓白，又来了。麝香夫人甘愿归来，麝香夫人甘愿归来。来，住住。我在遥望月亮之上，坐吧，乖。美丽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天籁，他都把歌词念，他刚才歌词念出来了，来，我老秦来了，什么歌来着？我就是麝香夫人，是不是？唱两句，不会唱。老秦，我拜托你啊，稍微认真一点。歌是对的，谁会唱麝香夫人？来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向了响水滩。完了，什么歌？那个麝香夫人。回答。完了，正确。龙角和尚你来对呀，罗卓和尚呀对呀，走得像说的话，流成海。找他想说的话，牛子爱牛子爱。月光洒下了香水滩。谁？只要谁答对，旁边一定有他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是答对了。那个天籁，这是什么？前面一点听不出来。完全听不出来。那么下面我们来公布上位圈的情况。目前上位圈只有四位，因为剩下的人都并列到了下位圈。是的，上位圈的四位是老秦、龚俊、柱柱和迪哥。我被偷下来了，我被偷惨了。现在我宣布上位圈有狐狸、龚俊，你主要的说两句吧。没说我们四个里面有。说了，上位圈有。说了有。龚俊，别往表情又变了，别往出宅了。龚俊的表情又变了，给大家讲一下，这就叫挂相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挂相。你当不了坏人。我怎么可能当两次嘛？怎么不可能？非常有可能。做巨圈当三次都有可能。哎，朋友们，柱柱要推理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他，因为我们三个都当了狐狸，然后这把老秦呢
没有怎么讲话，而且他就是一直面无表情，因为他怕做错表情。哦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这个东西指到谁，谁就会偷谁尾巴。哇，我好好容易偷，打打打打打。偷吧，再不是你这太玩笑了，打就偷吧。我们今天文静还没有思考，文静一直坐在老秦旁边。觉得老秦非常有问题。我刚才很认真地盯着他，我说：“你是狐狸吗？”然后我告诉你，我是。没有。那你没不傻吗？就是。这是来自蔡文静的判断：秦霄贤，善良但不傻。但是他迟疑了，我说你是狐狸吗？他看着我，他不忍心骗人，但是他必须，对吧？骗你，要骗我，所以他迟疑了将近5秒，说不是。怎么听起来还是有点傻？再思考一下，虎子觉得呢？老秦啊，你觉得呢？我也猜老秦，真的是龚俊，你咋知道呢？因为他不是我呀。那你为什么要猜我呢？他这回真不是我，会不会是就是你俩，你把他供出来好不好？是他吗？是真的是他。好了，因为确实老秦被这个怀疑的人比较多，请上验证台。你是他的队友。秦霄贤是不是真的小狐狸呢？小狐狸这次偷走的尾巴要不要返回呢？肯定是。哎，老秦不是小狐狸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是这样的，狐狸呢，我首先跟大家讲，狐狸这次的任务呢，确实不是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，而是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且拜托他。一共拿走了11个尾巴，其中龚俊只偷了迪哥2个尾巴。哦，哎呀，你别救救我哥，迪哥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早来点。你是不是在偷我东西？哥来哥去的，刚都挂相了，就被他逃脱了，藏不住了，已经藏不住了，我都不自爆了，你们都不投我出去，他们不投，笑死。剩下有一位小狐狸，到底会是谁呢？偷了9根尾巴且没有在上位圈。哎呀，杨迪，我拜托你稍微手下留情一点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拜托你稍微念清楚一点？为什么我拜托你稍微念慢一点，可以不？老秦，我拜托你啊，稍微认真一点。哎呀，你好厉害，但我为什么只有9条呢？因为你在下位圈，所以你的尾巴要还回去。你并没有成功的挤进上位圈，白玩了。对，好，冠军是龚俊和魏哲鸣，13条尾巴。